民主制度，我们重视科学求知啊，重视逻辑证据理性啊，然后呢，我们不断的完善我们的制度，是吧？啊，我们的这个各方面制度，基本上呢，像现在台湾这个，其实真正进入到民主时间啊很短，1996年直选总统，我们真正甩掉了威权，进到民主，到现在才27岁啊。很年轻，所以大家对这个民主，中间有很多的不满啊，要体谅，因为是蛮年轻的，啊，很多的观念他还改不过来，啊，镇压维吾尔人，发动战狼外交，粉碎香港自由，打压四人系列，寻求终身执政，啊，这是在21世纪公然追求帝制，啊，所以现在，全世界呢，都对他感到厌恶。